哦，好想谈恋爱，哦，遇上越暖奶，抖音上的小哥哥都长得很帅，发私信给他，他却对我不理睬，难道是我不够可爱？拜托，不要让我猜，让我有点小期待，他到底是喜欢撒色的马呆，傻得他发呆，烤山羊能吃两块，不要随便丢丢。